嚟呢一 part 咧就系财资大道呢一 part 翻嚟咧，我哋请到呢一位嘉宾咧同我哋倾下偈啊。六月三十号嘅时间啊。嗯，咁我认识呢个嘉宾嘅时候咧，佢就喺新城电台同我哋开节目嘅。系啊，个节目名咧可能好熟悉，我就好记得嘅，系将军有请啊。咁啊，听个节目名就知道当时佢主持嘅咩节目啦。咁我哋有请啦，系现任嘅律政司副司长啊，张国军。Hello Horace， 系 Hello， 两位 Horace 你好。好，我哋翻嚟新城有啲即系归属感咧，系好熟悉嘅环境，系啊，熟悉嘅环境咧，你就个人就会好舒服、好安心。系系啦，咁啊，咩都可以讲咯。最紧要就冇错，事情就系即系变翻正常态啊，咁啊，大家就开心啦。咁啊，其实成个香港都系进入咗即系疫后嘅时代啦。咁大家通关假，内地啊亦都复常啦，好多层面咧都见到咧都系特区官员咧都同内地就各个层面去接触啊，去商议一啲合作啊咁样啊。咁而家你主管呢个律政事务啦，咁啊，你本身亦都系事务律师。咁喺疫后之后啦，同内地嗰个法律上边嗰个交流啊，见到都有啲好多活动，有啲乜嘢嘅体验咧？你覺得好啱嘅，其實即係個疫情之後咧，其實我哋香港同內地各個省市又好，中央嘅層級又好咧，喺個法律啊、司法事務嗰個交流咧係正常翻，可以咁講係非常非常之活躍嘅。就算應該咁講咧，喺疫情即係嚴峻期間，我哋通關好困難嘅期間咧，其實我哋都要做緊兩地喺法律方面嘅一啲嘅對接啊、制度嘅銜接啊呢啲事嘅，但係嗰陣時好慘。大家記得喺即係我哋新一屆政府，即係上年七月一號開始嘅時候咧，大家都係戴住口罩，過唔到關去傾嘢嘅。咁大家都係喺個上網開會，即係想交流面對面都唔得。冇噶，就算我哋同上面好似係廣東省司法廳開會咁樣，大家兩邊嘅官員坐曬喺度，戴曬口罩，未見過。淨係咧係靠把聲音，咁咧就去開會。咁正常即係通關之後咧，好好多啦。咁大家咧即刻咧就可以咁講，係要追翻過去幾年冇做嘅嘢。咁所以我諗啊，無論係內地官員落嚟又好啦，我哋上去又好啦，係開始翻嗰個正式嗰個嘅對接。咁因為有好多好多工作要做，過去幾年無可否認疫情影響之下咧，對我哋好似大灣區融合嘅工作咧，其實係影響個進度。咁所以咧，我哋而家想都追翻呢個進度啦，盡快令到我哋嘅大灣區嗰個嘅融合工作做得好嘅時候咧，香港同我哋內地嘅城市咧一齊可以互惠共贏。咁我諗呢一個係我哋最希望喺而家做到嘅事情。你咧就係咧就係律政司咧就係大灣區方面專責小組嘅主席啦。咁其實咧專責小組個職責又或者有冇定下一啲嘅目的或者目標咧？有嘅，其實即係我哋呢個大灣區專責小組咧，我哋想做嘅工作咧，包括就係話要做好我哋兩地嗰個法律嘅對接。實務對接，法律實務對接，因為大家知道香港同內地嗰個法律制度係唔同嘅。我哋係全國國家唯一一個係普通法嘅法制嘅地方。咁所以咧，當我哋兩地嘅人民市民交往嘅時候咧，其實你會見到有好多因為制度嘅差而帶嚟嘅問題。咁所以點樣喺法律實務對接方便大家咧，係處理法律嘅事務啊？呢個咧對佢哋無論係工作啊、做生意啊、讀書啊、生活咧都係好緊要嘅。咁當然即係喺司法嗰個嘅一個互助方面，點樣去加強啦、鞏固啦？咁呢啲嘅地方，你唔好睇少。如果司法互助呢方面係做得好咧，唔單止係方便，即係便利為民。最緊要嘅地方咧，就係對我哋香港咧，其實咧係招商引資，對成個大灣區將來係咪可以即係吸引到外資咧，係好緊要嘅。我點解咁樣講咧？我舉個例我哋而家咧去到中東訪問又好，我去到歐洲訪問又好，其實有一點我係經常係喺出面吸引大家嚟香港咧，係乜嘢咧？就好似我哋港資港法、港資港仲裁，意思即係話咧，如果外國資金去經我哋香港到呢個嘅而家嘅前海希望遲啲到成個灣區發展嘅時候咧，佢可以喺灣區裏邊可以選擇用香港嘅法律。佢喺香港做仲裁嘅时候咧，内地嘅法院咧会帮佢咧去处理一啲嘅重要嘅，好似系嘅证据嘅保存嘅安排，一啲对方财产保存嘅安排。嗱，呢啲对外国资金去嚟香港或者去大湾区做生意嚟讲咧，那个信心咧嘅保障咧系会增大咗好多嘅。咁所以其实如果做好呢一方面嘅司法嘅呢一啲嘅对接嘅工作咧，其实可以令到香港同埋我哋大湾区内地嘅城市咧一齊咧係做大個餅，
大家是可以享受到那個的紅利。嗯，但其實兩地的法律體制即是、即是數百年的、演變啦、內地行大陸法啦、香港就普通法啦、在個框架上面要做到即互聯互通、即是不是講那麼容易、即是好像意大利粉一樣、一抽那些條例、抽出來搓埋一起都搓不到。是啊，實際那個機制上或者我們在實務上面那個接軌是不是會有些定點或者有些試點、范畴先讲提个前海啦，系一个试点啦。啊，有冇检讨下个经验啊？喺扩大个范围，你觉得好啱嘅。咁好多时诶，我哋做呢个大湾区融合法制又好，司法互助嘅一啲嘅对接又好咧，其实大家知道咧系冇先例可循嘅。全世界都冇嘅、全靠我哋自己咧、自主创新研发嘅。咁所以咧，其实每一步行咧上到嚟都极具挑战性。但系咁讲，呢啲挑战咧，如果我哋系一一克服到嘅时候咧，佢带俾香港，佢带俾大湾区嗰个嘅红利咧。亦都可以咁講咧，係無與倫比，可以為香港帶嚟好大嘅紅利，咁所以一定要做呢方面工作。好啦，你講到呢方面融合咧，其實你講得好啱，主持就係、其實涉及到咧，包括喺我哋有啲咧，可能要去到中央部委嘅層次，先至能夠咧係決定。啊，同埋處理有啲咧喺省級嘅層次，廣東省司法廳嘅層次，有啲可能係呢個深圳即係司法局嘅層次，唔同嘅層次咧都會涉及到處理我哋呢啲一個咁具挑戰性嘅問題嘅。咁、但係好多時候我哋啲新嘅措施咧，好似主持你所講咧，剛才所講嘅。港資港法的這方面的東西，我們現在在前海就是一個先行先試的地區、港資港仲裁現在就在三個的自貿區，即是前海、南沙和橫琴在做、其實這幾年裡面我們總結的經驗呢，發覺個是有不錯的效果、越來越多這些港資 是用這個港資港法和港資港仲裁，所以呢我們現在正是積極推廣，希望將這個成功的示範經驗呢，是能夠是由這個前海或者是自貿區推展到去整個大灣區、這樣來說我想對整個大灣區的發展都是會帶來很好的效果、想問一下接下來是否都會用這種先行先試的方式呢、因為剛才也說了不同區其實可能是個層面或者去的法律層面都是同不同的對口單位的、其實是否接下來都會用這種方法呢？這個是其中一個、重要的方法、我想大家知道、在內地很多時候我們要試一些新的一些的、建議措施，咁啊必須要咧，我哋要試下究竟佢係咪個效果係良好嘅。剛才我所提及過，特別係處理我哋大灣區呢方面一啲新嘅措施、新嘅一啲嘅規定嘅時候咧，冇先例可循。咁、如果你一下子咧就已經係成個大灣區或者全國適用咧，如果有啲乜嘢嘅副作用，或者負面的影響的時候呢，可能會帶來很大 的後果的。所以先行先試是可以令到我們去累積那個經驗、透過實際的操作呢看看有沒有什麼問題、這個我想對我們在很多新的嘗試是一個很重要 的一個方法、但我們即一國兩制運行了26年啦、轉眼啦、當中我們這個體制背後都有一些優勢的、即怎樣可以發揮到在個法律體制上，譬如香港的普通法又可以跟世界比較多的地方接軌，那又怎樣將優勢引入到這個跟內地的融合當中呢？第一就剛才好像 我們一路所傾緊所講嗰個港資港法，其實就係將香港嘅優勢，就輻射落去成個大灣區嘅發展。因為喺我哋好多海外嘅一啲嘅經濟嘅區域，佢哋都係行普通法，佢哋亦都對我哋香港行之有效嘅嗰個普通法制度好有信心。點解我話佢對我哋香港嘅制度好有信心呢？你見到我哋第一，我哋香港嘅中審法院裏邊咧，仍然係有好多係海外非常之知名嘅法官。來自英國、澳洲、等等呢，是來到香港中審法院呢，是幫忙處理案件。香港法院的判詞呢，我們看過呢，在很多其他海外的普通法司法區呢、其實他們都有引用的、所以你看到呢，其實呢、大家對香港那個的法院是非常之有信心、所以如果你透過港資港法、港資港仲裁，即是說在內地投資的時候可以用香港的普通法制度的時候、其實對外資是很重要，這是其中、即是第一點。第二點就是說，其實、我想大家近年都經常聽到涉外法治、
涉外法治人才。而家咧喺我哋國家裏邊咧，其實咧好多地方咧都一齊咧係即係好重視呢一樣嘢。咁當然喺大灣區裏邊啊，喺最近我啱見完一啲大灣區嘅嚟嘅訪問團咧，其實每一個法律嘅訪問團咧都提及過涉外法治呢方面嘅問題，佢哋都覺得香港在處理這些涉外法治是有很 豐富的經驗，有很大的優勢，他們覺得這個在內地很多城市是短板，也都希望是透過跟我們香港特區一起合作呢，是能夠盡快提升他們在涉外法治方面的能力的。可能涉外法治我們香港朋友很多未必明白是什麼，未必完全相等，但簡單來說就是說在我們在對外，特別可能處理國際貿易啊，國際的一些法律的糾紛啊，在這方面我想大家都已經知道，就是我們香港是很多年在處理這方面的法律事務，跨境的這些法律事務是非常有經驗，我們也都有很多在外地很好的經驗的律師在香港工作，香港本地的法律人才兩文三語非常之好，也都了解是 外國的文化差異，同埋咧，同外國喺過咁多年嘅執業裏邊咧，建立咗非常之好嘅網絡。呢啲咧就係我哋可以係為國家喺涉外法治裏邊咧作出貢獻嘅一啲嘅地方。所以我諗呢一方面咧，嚟緊就算律政司，我哋都正係構思點樣可以咧喺涉外法治呢一個嘅範疇裏邊咧，為國家做更大嘅貢獻。上一任律政司司長就鄭若驊都係國際嘅。民事的呢個調解專家啦，仲裁調解專家啦，好多啲大案都係佢啊，即係去做呢個促成咗個和解協議啊咁樣。呢啲經驗就唔係淨係話喺普通法系統啊，可能第日涉到內地嘅一啲咁嘅爭議啊，就可以通過普通法嘅仲裁機制咧，可能日後就可以即係梳理到。冇錯，咁所以其實我哋香港呢個普通法嗰個制度嗰個優勢咧，係可以即係為國家做嘅貢獻咧，係非常之大。我知道。你哋教咗嘅時候咧，都已經同咧考取咗粵港澳大灣區咧執業試一啲香港嘅律師咧都傾過偈啦。咁業界方面對呢啲嘅睇法，其實佢哋有啲咩睇法咧？對於點樣促成兩地合作方面，佢哋有冇啲咩意見係俾你哋咧？你講得好啱嘅。其實大灣區律師其實都係一個好初步嘅階段，因為到今年咧啱啱就第三年嘅考試咧，正係即係進行當中。個合格率好似好低嘅啫喎，唔低㗎，唔低嘅。係可以咁講啦。如果你要過去啦，你香港嘅律師又好，香港嘅朋友，如果想喺國內做律師，喺國內從事法律業務嘅話咧，要考全國律師試咧，我話你聽嗰個試嗰個就低啊，超低啊，單位數啊，百分點。係你非常之清楚，主持。其實大灣區律師裏邊到即係今時，我哋所知道咧，攞到喺大灣區嘅執業牌照咧，都有成200-300位，嘅數目亦都係增加當中。但係當然啦，其實試核今年係第三年，好啦，即係頭三年裏邊啱啱考完試，經過一啲嘅規定嘅培訓，攞到喺灣區嘅執業嘅一個牌照啦。其實開展業務咧係另外一個嘅深水區。因為你而家裝備你齊咗啦，攞曬牌照啦，你有一啲嘅訓練啦，咁但係點樣喺內地執業，甚至啊點樣喺內地法院去做工作咧？呢個係一個實戰嚟嘅。咁所以其實好多我哋特別香港考到大灣區律師資格嘅朋友，我同佢傾咧，其實去到而家點樣喺內地裏邊去執業，點樣喺內地裏邊同我哋內地嘅行家合作，這個就是他們一個新的課題了。因為雖然大家都是行家，但我想大家知道兩地的制度不同，兩地的行業的規管不同，對每一件事的一些事情的處理本身的訓練是有所不同的，那即其實要磨合都一點都不容易的。所以其實現在我們另外一個需要做的工作呢，就是看看怎樣是協助，好像我們香港考到這個灣區牌照的朋友呢，是能夠可以到內地的時候呢，剛才我這些面對的實際問題呢，要幫他們呢去一一是解決了。好像我剛才所說，剛剛我們都最近跟好像珠海律協呢，他都剛剛來了我們那裡拜會，大家呢都會談，就是說希望接下來會不會有一些訓練的課程是給香港、澳門和珠海的律師一起去上
咁咧到時咧佢就會三個地方都一齊上一個嘅課程，嗯，了解三個地方嘅律所啦、法院嘅運作啦。嗱呢啲對我哋香港嘅律師真係將來喺有冇信心喺內地裏邊咧，係去即係實踐咧，係好有密切嘅關係嘅喎。咁啊呢啲地方我哋都會喺我哋嘅呢個嘅層面咧，希望能夠作出一啲平台一啲嘅安排，等佢哋可以有機會咧去即係迎接呢啲嘅挑戰。因為好多時即係話，如果你係企業就做商業嘅，咁自己一定要預一個法律成本啦，係嘛？要自己請人去做顧問啊，去睇合約。反而咧喺民生生活咧，其實同內地嗰個復常之後咧，好多問題啊，好多人走翻去搞個樓契啊，嚇，即係離婚啊，嚇，或者係遺囑啊，呢啲日常生活上面呢啲都係要去到法律嘅層次去處理梳理啊嘛。好多時就係喺香港，可能揾個香港事務律師咧，佢都話：哎呀，我都未必幫你搞到，都唔定。冇錯，係啦。咁日後呢一班有大灣區執業資格嘅律師，係咪喺呢一層面咧，係可以扮演更加多角色咧？其實係嘅。呢、這個正正就係嗰個大灣區律師可以發揮到喺灣區發展嗰個好重要嘅作用啊！因為如果唔係咧，你下下都要即係我哋即係三地嘅市民啊，會辦理唔同嘅事務，要去唔同嘅地方，係啊，費時失事，效率好低。係啊，而家就係有一間祖屋，可能都要跑幾耐先搞到呢個都係過去我想送俾人都送唔到喎，係咁樣。即係呢個我哋過去聽好多市民講嘅，我哋所謂嘅難點痛點。係好啦，啲難點痛點點樣解決咧？咁就係正正我哋而家要做嘅工作。咁當然。呢啲難點痛點咧，好多時候我哋處理嘅時候咧，發覺當你要處理呢一個問題，看似簡單嘅問題嘅時候咧，往往後面咧就會慢慢咧，你就會發覺到出現咗咧其他第二、第三、第四個更困難嘅問題，要一併解決嘅。係咁。但是我可以告訴大家，在這一年裡面，即我們就算律政司的同事，我們在內地 的官員部門都好，其實大家都很有心去解決問題。大家提出問題呢並不是想說不做那個問題，而是大家希望可以真的徹徹底底去為即市民呢，是即剛才即我們經常說以結果為目標，真的為大家做到事便利為民，這個是我們一條心，希望在接下來將來為大家做到的事情。我想問一下，其實粵港雙方就同意強化設立13個粵港合作的專班，都知道其實涵蓋的包括防疫通關、北部都會區、南沙方案、金融商貿等等，還有青年就業。其實你就是其中兩個專班的港方聯絡人，當中的進展又是怎樣呢？我就是跟廣東司法廳和廣州和深圳司法局兩個法律專班的聯絡人。其實主要咧都係好似一路所講啦，就處理我哋即係灣區嗰個嘅融合嘅同法制方面嘅工作。咁所以喺即係一通關之後咧，其實我第一時間要去咧就係去咗呢兩個嘅部門。同我哋對口嘅聯繫人咧，阿廳長同埋阿局長咧，係即係真係坐低，我哋去做一個即係實務嘅對接。因為真係過去一年咧，剛才我哋所講疫情期間咧，我哋都係喺電腦上面見到面嘅啫，仲要戴住口罩，其實見到咧都唔認得，認到嘅，認唔到嘅。咁所以我諗呢一個實際大家見面係好緊要。同埋其實有一點咧，都想同各位市民分享咧，就係過去呢段時間裏邊，即係特別通關之後，我哋同好多內地嘅部門嘅朋友，無論喺香港見面，或者喺內地嘅會議都好咧，我有一個好大的體會咧，就係大家唔係話即係坐低即係寒暄，互相認識，交換下微信啊，唔係交換卡片啦，交換微信，唔係咁簡單，而係每一次咧，大家事前咧兩邊工作層面咧已經係已經做咗好好嘅鋪墊。坐低咧，其實我哋已經咧係已經將一啲嘅工作咧係拎出嚟講，希望喺會議裏邊咧係真係達成一啲嘅共識。然後讓我哋嘅同事咧喺工作層面咧係去跟進。但可以咁講。香港特區又好，內地的部門又好，大家都是希望在嚟緊嘅將來很快咧，係見到一些嘅實效，就不是一些大家咧客氣氣寒暄的一啲嘅局面。我想呢個是一個非常之好的氣氛嚟。呢啲叫零星政治工程啊，即係好似起樓咁，要拆散拆件嚟做，即係做成一件就可以推出一件。特別可能大家都明白到要追翻過去幾年疫情裏邊嘅時間上面嘅一個嘅落後啦。嗱咁
最後咧都想問一下咧，就係咧今屆特首咧，即係特區政府咧都有講啦，唔同嘅局咧都有 KPI 噶啦。咁頭先都講啦，即係完成一項啊，推一項啊嘛。咁其實呢方面咧，你哋方面又有定下啲咩目標咧？特別係即係未來下半年工作重點又係點咧？其實喺上年嘅時候，即係第一次施政報告裏邊咧，行政長官施政報告裏邊咧，就住我哋律政司都有一啲 KPI 咧係訂立咗嘅。咁其實咧呢啲咧已經陸續一一係開始係達成。當然有啲係長遠嘅工程係進行緊啦，有邊一啲嘅 KPI 已經係造成咧，包括好似係一啲重要嘅體制建設。我舉個例子，好似有關呢個法治教育嗰個嘅督導委員會，我哋已經係成立咗啦。而呢個法治教育嘅委員會下面嘅兩個工作小組，教材同埋統籌嘅小組咧，亦都已經係成立咗啦。教材小組啊，由我哋嘅大法官陳少海先主席咧，佢係領導。咁其實咧已經就住好似我哋法治教育嘅教材咧。已經做緊工作，按照我哋嘅 KPI 喺今年年底，我相信亦都做到嘅。今年年底咧，可以係完成教材，同埋推出呢啲嘅培訓班，培訓喺我哋社會裏邊唔同領域嘅呢一啲法治教育嘅一啲嘅培訓者，為我哋嘅法治普及教育咧係做更多嘅工作。咁除咗之外，大灣區專責小組亦都係我哋 KPI， 亦都成立咗啦，咁亦都開展咗工作咧，就住我哋嚟緊嗰個工作嘅究竟邊一啲嘅政策要做。邊一啲嘅計劃要做咧？我哋已經係定好咗啦，亦都係已經係公布咗啦。咁呢啲嘅 KPI 咧，我哋都已經做到啦。咁當然咧，嚟緊新一年咧，我哋仲會有一啲嘅新嘅一啲嘅舉措咧，有啲任務係需要做。咁呢啲咧，我哋而家正係規劃當中啦。嗱，當然我諗咧，留待大家咧喺新一屆嘅施政報告裏邊。大家行政長官可能就會聽到各個不同部門，包括律政司在來年裏面究竟有啲咩 KPI 係需要做咧咁樣。我哋同事開心嘅，因為過去一年裏面咧，大家係做到嘢嘅。即係同以前唔同，即係以前我諗大家咧好多時候都發覺咧就係你好多人唔敢推一啲新嘅建議出到嚟。因為咧無論社會氣氛，當時嘅立法會嗰個嘅體制，令到咧好多嘢咧根本上係舉步維艱。而而家咧反而就係我哋最緊要就係你肯唔肯去做。咁我諗而家咧大家都好有心，亦都好有魄力去做，亦都希望喺嚟緊新一年裏邊咧會有更多嘅工作係能夠完成。咁啊，開新篇章啊嘛嚇，咁希望新一屆政府啊行咗一年啊，你第二年咧就繼續啊加碼啊，咁啊喺法律事務方面都Horace 啊又參與啦，繼續可以推動多啲改革啊。而且 Horace 咧繼續上嚟咧就同我哋講地下咧最新嘅情況啦。好，冇問題。今日咧多謝曬咧就係律政司嘅副司長張國軍，多謝曬。拜拜。